有时候莫名其妙的会很想念一个人，想念某一段时光里面的一些事，也许真的过去了很久，也许那一切伤不再是伤，爱也不再是爱了。有些人注定会成为你的软肋，成为你一辈子都放在内心深处的想念。你会突然想起，却又没有勇气问候，害怕你的关心被当成不应该的打扰，怕你的想念会成了别人的负担。并无变，哪管它沧桑变化。